主料藜蒿300克，培根200克，辅料油、干尖椒、盐2勺，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藜蒿洗净，每根掐成1公分左右长，培根改刀切小片。锅中油烧热，下入培根和干尖椒略制，至培根的肥肉部分变成透明，下入藜蒿翻炒。注意炒这个菜油温一定要高，不然炒出来不好吃。炒至藜蒿变黏，水分出来后加入2勺盐，适量鸡精即可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这个菜很吃盐，放少了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